欢迎大家收睇，今日咧就系决赛之前嘅最后一场比赛，当然系紧要啦。而家个观众席系未满嘅，不过收到消息话咧，球场出边啊排晒长龙，应该系冇问题啦。至于赛事本身咧，第一回合个结果对两队嚟讲真系差天共地啊，搞到今场好似例行公事咁，到底系咪真嘅咧？一流嘅赛事，梗系要喺一流嘅球场度踢啦。嚟啦，贝迪斯对拜仁慕尼克，拜仁慕尼克准备要射啦，呢球波输得噶啦。顾老夫话斋，防守由前锋做起嘛，一抢到波咪射得咯。达斯拿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望落就似有机会嘅，不过结果都系唔得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两个字形容，完美啊！入波！值得欣赏咧，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啊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。在这么重要的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的。哇，这些就叫 power 了，这个直线靓啊。出矛招被人捉到了，罚球啊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这脚直线一下汤穿晒。起到脚了，来了。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罅喎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。试下压埋去啦，好脚法喎，可以解围啊！好嘢喎，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喎。个波甩咗出嚟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列贝利系咪要起脚呢？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落分，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啊吓！哇，呢啲逼抢好嘢啊，逼到对手甩咗，有机会射门啦。波传向左翼，好，而家一，有冇入啊？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拜仁慕尼克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赛踢完半场啦，上半场45分钟已经好多精华片段出现啦，不过啲精华片段啊集中喺一队度啫。虽然话仲有半场未踢啫吓，但系睇落呢队波咧实力真系高咗嘅，恐怕都就快唔使踢啦。可以话系掌握晒成场波嘅节奏啊，领先紧三球啦。下半场开始，拜仁慕尼克喺半场换人，因为咩呢？又是界外球，白必图攞翻个波，有机会突破，这个直线靓，洛宾，这个波真的状态差些少啊，都会救不到的。啊，走位就靓了，最后一步啊，竟然入。
哋揀開個短嘅，差唔多到最後防線噶啦，解到圍就好啦，再射啦！呢球點咧？點追都追唔到啦！喺正個龍門前面，點射都入啦，係嘛？呢啲咁中意起腳射門嘅球員啦，好心理應該 mark 到佢實一實啦。後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價啦。场边已经进行紧最后确认噶啦，帕车好快咧就有球员调动噶啦。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拜仁慕尼黑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红龙门拉弓入波啦，又一球，有机会拉开嘅比数啊，梗系要继续把握啦。現在邊隊有優勢？睇牌都毫無疑問啦，係嘛？出咗界啊！哇，跑得真係快啊！列貝利試下呃埋去啦，列貝利踢得好。咦，個波出嚟咯！波而家就出咗界，可以换人噶啦。呢个时候换佢咧，我谂佢都唔系几舒服啦。不过咧，冇办法啦，系时候要做啲改变啦。白必图，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呢脚直线一下，佢好似夹下夹下咁喎。哇，唔好吓我喎，好似喐都唔喐下咁嘅。咦，睇落佢系仲踢到啊吓。努迪格抢翻个波翻嚟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有埋门嗰下啦，大脚解围，时间到咯，求证明顶，准决赛赢到开行，睇怕决赛嗰阵时信心会更加够啊 ，Kimman。